运营篇，用情商经营社群关系，用数据量化社群热度。社群构建七大步骤，如何构建一个社群？构建一个社群需要哪些科学步骤？有七个非常重要的步骤，总结下来就会发现，这七个构建步骤恰恰是做一个项目，也就是创业做一个项目所需要的七个步骤。所以做社群的运营跟创业几乎是同样逻辑的。在学习这七个步骤的同时，要有一种超脱的思维。这种思维不仅在做社群，还是在独自创业，运营的不仅是一个群，而是一帮客户，然后提供产品给他们，最后再转化生成利润等等。只有建立这样一个思维时，做群才真正有价值，而且可以带来实实在在的帮助。第一个，做社群先晓得第一点就是，到底做哪一部分人的社群？先分析这部分人，这部分人要足够精准才行。如果这帮人不是标准人群，像公交车，男女老少，各种都有的话，那这群人在一起就是一盘散沙，是毫无转化价值的。第二个是要分析用户需求，比如说把这帮妈妈聚在一起，那这帮妈妈到底在生活中遇到什么样的问题，这些问题能否细化，而且这些问题能否有其他解决方案。所以分析的不仅是需求，还包括需求链本身，然后其他竞争对手是怎么做的。比如购买东西，现在电商非常发达，整个 70% 的市场被天猫和淘宝占领，留给其他机会非常少。但现在的微商也非常活跃，通过社群卖东西的方式也非常流行。这个其实就是一种需求。虽说淘宝、天猫上有各种各样的东西，但五花八门东西太多，选择起来会非常困难，而且会不断的比较，也不知道产品的好与坏。基于这样的需求，我们社群里面在卖一款红酒，酒是我非常好朋友做的，而且他是全国知名的品酒师，在法国产酒的地方也混迹了好多年，我相信他是内行，同时他有红酒的资源。另外他对红酒的理解，法国浪漫的情怀的品味恰恰是我需要的。所以这个群本身从满足需求上是天猫、淘宝、京东上没有办法提供的，因此会选择在这个社群里面进行购买。所以非常关键的就是分析用户需求，分析用户需求上是否有其他竞争对手存在。第三个是要定位自己，认清自己非常关键。城市不仅仅靠机会，更是看机会来临之时能否抓住。能否抓住主要看两点，第一，是否做好了充足的准备，第二，这是否是你真正想干和能干的事情。只有你具备了而且喜欢的东西，才能真正给用户带来持续的价值，所以定位自己尤为关键。第四个是标准服务，就是要把解决方案流程化、标准化，推向市场的时候，如果一个产品不够标准，注定是无法扩大市场的。麦当劳之所以扩张这么大，主要是因为它的系统生产标准化餐饮的流程是非常完善的，而且高效率、低成本。所以做社群提供的服务也是要有一个标准化的流程，如果流程不标准化，就很难做出这样一个市场的规模，而且没有办法把这个流程规模落地。因为在做运营社群的时候，要把产品服务进行标准化、流程化，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定价，才能扩张。第五点，要做调研测试，用户需求已经分析出来了，产品解决方案已经做出来了，而且这个解决方案是标准化、流程化的，接下来就是到了最关键的时候，推向市场。推向市场的时候，我们去检验产品需求是否精准的匹配，这是最关键的时候。我们开始测试，
万一发现这个事情做得不对，产品跟需求不匹配，肯定就是会有问题。所以，调研测试其实就是在验证我们这套玩法、这套标准的服务如何精准匹配到用户的需求。我们先在一个小的用户社群里面进行测试验证，让用户给我们提供建议反馈。我们需要把产品和服务的 demo 测出来，而且是低成本的试错测出来，然后围绕着测试的结果把服务标准化并进行修缮。第六步，推广服务，就是把手中集中的资源和兵力投放到这个非常标准化，而且已经验证了的服务方法上，所以要不断的做推广和市场营销，线上和线下同步推进，把产品做到量的最大化。第七步要优化迭代，因为产品服务本身是有生命周期的，用户在用产品的时候，过段时间他需要一个新的迭代，所以要有迭代思维。这就是为什么几乎所有的互联网产品都有版本升级的问题，包括微信、iOS，它的系统都在升级。这就说明互联网的产品是不断迭代升级的。随着用户量的激增和使用频次的增加，产品就会出现新的需求点，这些需求需要新的版本修改，改满足这些需求。做社群也是。需要不断的丰富内容、丰富服务，然后结合用户需求，增加新的案例、卖点等等，而且要每隔一个周期形成固定模式的优化迭代。要把这个七个步骤很好贯彻的话，第一个是社群本身运营的好坏，它除了运营方法之外，是非常依赖于业务结构的。这就是为什么好多企业的社群非常好。但转化率总是有问题，往往有时候不是因为转化流程、社群运营方法的问题，而是企业产品有问题，在市场不具备竞争力、价格上没有优惠、优势等等。总之，就是产品没有办法满足用户需求，导致社群运营过程中出现转化问题。所以，社群运营好坏是非常依赖于企业的业务结构的。有三点，第一个是产品是一，社群是零。如果产品不好，社群很难做好，所以产品是满足社群用户需求的解决方案，这就是产品价值。第二个是业务结构，有竞争力，社群用户才能像水一样融入其中。最后一个是做业务要具备爆发的属性，爆发属性指设计的产品本身。要有独特的感觉，要有高性价比的特点，这个是业务结构。第二点追求是什么？做社群如同创业，就要像创业一样做社群，有四点。第一个，设计的目的是解决用户实实在在的痛点。第二个，做社群要具备独特的竞争优势，项目本身提供的服务要具备这个优势。第三个，服务要有可标准化的产品。第四个，社群运营团队非常关键。比如投项目创业，看重在创业团队，尤其是创业创始人。做社群也是同样道理。社群运营的好坏，看的就是社群的群主和社群师是否具备这样能力。社群运营团队是否有竞争力，将决定社群能否走到一定的高度。这就是社群构建的七大步骤。社群构建进度清单。做社群要掌握运营方法和运营流程，尤其是标准化的运营流程。标准化的运营流程又叫做社群构建的进度表。也就是说，已经掌握了社群的定义、目前社群运营的环境和运营的战略。一个社群五大功能要素。和构建一个社群需要经历七个步骤，那到底该如何下手？这个进度表告诉我们怎么从零到一，一点一点构建我们的社群。社群构建有四个环节，或者是有四个小周期。
第一点是准备期，就是在建立之前要做哪些具体的准备，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建群期，全面做好准备之后，就要开始建群，到底该怎么建这个群？第三点是线上运营期，建群之后如何做好线上运营有哪？第四点是线下运营期。当线上运营做起来之后，如何引到线下，做线下的交互和转化，也就是线下运营。如何做好每个节点的准备工作，或者说具体的准备工作？准备期，对一个社群的构建，准备期准备的是什么？应该是四个东西。第一个，基础用户，弄清楚运营的道理从哪里来。他在哪儿？要怎么抓取他？第二个，准备好运营社群时需要的技术支持。如果没有技术支持，想投入到这么多人是非常难的。第三个，组织。有了用户、技术、工具，谁来做这个事情？每个人的分工怎么样？这是组织的一个分化。第四个，准备哪些内容？尤其是素材。它好比弹药库一样，到底该如何一点一滴地准备好一个内容，并投放到运营活动中去？这个很关键。针对每个模块，现在适当细化一下，比如基础用户量。有些朋友可能会问，应该从哪里发展这么多的用户？我本身是没有用户基础的，对于实体公司本身也没有用户的概念。我卖东西怎么找这么多用户呢？其实，不管是实体还是线上，每一个用户本身都是贵重的资产，他都会拥有自己的用户或者叫社群，只是他没有意识到什么是用户，什么是用户利用率。这个人到底怎么才能把他串起来？这是没有意识到的一个问题。对于每个个体来讲，每个用户最主要的来自什么？只要交易产生了，就会留下用户数据。只要抓取它，并把它放到社群里来，这就是一个典型的用户。所以我们会发现，用户基本上会存在在哪些地方呢？在通讯录里、客户表里，也就是说，卖完一件东西，客户的姓名、电话、住址，还有他的喜好。和他买的东西的档次都要相应的统计下来。其实这样的一个用户工具就在我们的一个 Excel 表格当中，只要把他们加上电话或者是微信等等，就可以把他们的用户激活。第二种方式就是每一个结构性的公众号里面，很多新媒体的公众号本身有很多粉丝，如果不能把这些粉丝激活，然后通过二维码的方式拉入到我们的社群里面来，那它只能永远躺在我们公众号里面，躺在我们的平台后台。所以总的来看，一个企业的用户量、用户基础来自两个，一个是售完产品之后存在我们客户表里面，另一个就是新媒体方面。新媒体方面，我们只要通过好的内容就可以激活用户。因此，要准备的用户量也是在这两点。还有一个，社群到底在什么地方？微信里面还是公众号里面，还是要建立在微课里面等等。那这样的技术平台和技术工具要充分准备好。第三个，技术准备。一个社群的构成点就是组织构成。特别强调群主、小秘书、意见领袖，还有活跃分子和编辑等等。这样一个组织，每个人要负责什么事情都已经列好了，也就是说，这个准备工作要做好。第四个，内容模块，做每个社群都要对用户本身的特点准备大量的资料，比如说关于女性模块，就会找一些关于皮肤的护养。比如说一些明星的知识等等，这些都是准备了大量的资料，
然后在运营过程中做好发展资源和内容不断的投放。这样一个内容的资料夹要准备充分，并且要分门别类，形成一个知识库，像一个图书馆，需要什么书可以快速的找到，并且运用到这个社群里来，这样才能产生相应的效果。第五个活动，活动是指什么呢？其实就是活动方案和活动排期。因为社群的女性除了日常运营之外，还要靠平时每周一次的活动，只有活动才能让每周具体的人同时聚在一起，才会产生非常明显的效果。比如说双十一，本身它就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活动，因为只有在这种大的活动当中，才能产生量和势能的爆发。所以在准备期的时候，最起码要安排一个活动的排期，比如说每个月分别做一次线上和线下活动，分别是什么样的主题、什么样的时间，然后在活动环节和活动流程当中，需要给用户设置哪些参与环节，设置什么样礼品等等，这些都需要在这个活动当中进行并且呈现出来。而关于具体的操作方式和流程，还要配合活动做法，后面都会一一呈现出来。所以准备期的工作，只要准备五个内容：第一，基础用户量；第二，技术工具，指的就是社群的平台、组织架构、流程以及内容库，要分门别类，要有内容质量，要有干货，还有准备活动的排期和活动的方案，这是准备期做的五件事情。当然，这样的事情要不断细化，而且是分配到每一个人在什么时间点完成。再接着就是第二个步骤，第二个是建群。建群一般有两个环节，第一个是入群环节，第二个是进群之后人要有仪式感。入群的方式有很多种，在前面讲的社群结构的时候，有谈到三个点。第一个是直接把群的二维码放到我们的朋友圈里面，或者是公众号里，让这些人直接扫码进入，这是一个吸引式的。第二个是邀请式的，就是我们知道某一个人的标签是符合我们的社群人的属性。直接把他拉进来，这是第二种。第三种是介绍用户，拉进来相同特质的人到我们群里，这是第三种入群。入群之后，第二步做什么呢？做社群的仪式感。比如说，只要有新人进来之后，就会有一个列队来欢迎这些新人的加入。第二个，一般会马上发社群的群规，告诉他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群。能够给各位带来哪些价值和帮助，而且这些社群成员在我们群里面需要遵守哪些规则，都会一一呈现，这就是社群的仪式感。因为只有这种方式，别人在进群之后就会觉得这是非常一个温暖的大家庭，而且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这个社群的玩法规则，所以对于新加入的社群里面的人来讲，这是极大的促进和帮助的。第三个，线上运营主要包括两种，第一种是日常运营，比如说从早到晚，在每个节点上需要做哪些事情，这就是日常运营。关于日常运营，准备好的东西要充分准备好，需要掌握一套方法和流程，日常和活动期间的两套玩法。第四个是线下运营，其实主要就是线下活动、沙龙，线下运营也非常重要，尤其在这样一个现在一个社会稳定非常时刻，仅仅靠线上这种群聊已经没有办法解决用户的粘性了，因此线下的频次反而显得更加重要。这就是关于构建社群的进度，四个环节和四个节点。社群日常运营清单。关于建好群之后，
该如何做好线上运营，尤其是线上的日常运营。我们认为，运营社群其实运营的就是用户的时间，就是要帮用户打发完一天24小时，而且同时产生价值。这就是运营的本质。一天24小时很容易规划，但除了家庭和工作之外，该如何经营好自己的社群？这个时间有几个阶段，就是早晨、上午、中午、下午和晚上这五个时间段。只要利用好，对于用户来讲是有极大帮助的，而且能给用户带来价值。做好运营这件事情要按套路来，抓住关键节点，布局好关键节点的模块，在什么节点做什么事情。要明白事情的本身是什么目标，要量化出来，然后把细节列入详细化。同时，谁来做这件事情，什么时候完成，只有完成了这样一个管理和控制的流程，才有可能把社群做好。围绕这样一个思路，同时关于五个节点，详细介绍每个模块的操作方式。一日之计在于晨，其实这讲的是早晨起来后第一个行为、第一个动作是什么，这决定我们建立良好的状态并开始一天的工作。那早晨在群里面做哪些事情呢？一般起来做两件事情，第一个就是签到，第二个就是做早晨的新闻。如何理解？签到就是说，签到的本身最大功能在于帮助用户在社群里面形成一种打卡的习惯，这点很关键的。让用户打开手机在群里签到，这说明他本身也就起了一种习惯，而且定位了是什么样的群，这个签到过程是蛮有效的。第二个，做早晨新闻，其实这等于利用做媒体的方式思维来进入到社群。众所周知，社群是关于人和人的连接、信任和归属。既然是有人的地方，那就是江湖。社群里面经常会发生一些故事，发生一些行为意识，经常会有一些新闻的动态。这个动态编辑就是要把每个群的情况、进展，以及除我们群之外，外部的社群发生的故事和新闻，及时的发到群里来。这就是新闻的价值。自古以来，人对新闻是非常依赖的，就像空气一样，充斥到每一个环节中去。我们做一个新闻，就是要把群内外的新闻一点一滴灌输到群当中去。这个对于社群的用户本身，了解我们群和群之外的事情是有很大帮助的。所以群的信任是要做的。当然，涉及到具体细节的话，起点是我们在做群新闻的时候不要特别长，不要超过10条，因为超过10条过程就会非常长，就会让很多社群用户在看新闻的时候不容易看完。利用碎片化时间打开这个群的用户，很多文字就会看不下去了。所以说，在新闻方面选10条最主要的新闻就可以。那第二个细节是什么？在社群的新闻发布文案中要有社群的口号，甚至有一些社群的需求信息和供求信息。比如说，社群里面谁需要什么样业务要对接。除了这些信息的内容之外，还包括社群本身的口号，让用户点击的同时接触到社群的核心价值观，让用户明白要在社群里面形成意义。第二个，除本身这样一个之外，社群里面供求关系，有资源有供求关系，会不会带来商业价值、合作机会等等。其实社群可以起到这份作用。当我们树立完早晨发新闻这件事之后，就会觉得有一个硬态。其实设立的视频早间新闻就像报纸一样，我们常用报纸，
除了前面的新闻内容之外，在夹缝版面里面都会有医药或者是一些招聘的信息等等。其实早间新闻就是要做一份小的报纸一样来做这件事情，而且要给群里面的人带来很大帮助。我们所做的两件事情，一个是早晨签到，是为了培养用户习惯，第二个是做最强的新闻，这个新闻除了给用户本身提供信息之外，还能够提供供求关系，提供事情本身的价值观。这是早晨新闻和晚间新闻，一般上午要干三件事情。第一个事情，效率对大部分人来讲是一个反人性的事情，因为又要进入公司，又要去面对这种复杂的事物了，所以很多人的心态，尤其是这些人的心态不是很高涨的。这个时候高涨的情绪就是一个需求点或者是痛点，此时我们需要提供心灵鸡汤。看了之后我会发现，我们要努力，我们要成长等等，这些段子会发现用户看了这些段子，他们的心理会缓解很多。我还有很多的事情需要做，我还有很多的目标需要一步一步去实现它，所以这就是心灵鸡汤在社群里面所存在的意义。第二个就是通知，一般都在社群里面搞一些小活动，此时在上午做一个及时的通知，提醒全员晚上有活动，一旦晚上有时间，各位朋友能够及时参与，所以上午的发动是非常重要的。第三个就是及时，因为在11点半之后，整个的上班情绪已经开始了，开始想下班，想吃午饭，这时大家的情绪是松弛的，放松的，大家可能有点出小差，可能会打开微信看一下，这样的话加入用户的心理，这样的天气和时间空隙提供想支持的事物。中午吃午饭的时候要注意哪些细节，比如说我们的车需要保养，这些细节等等，想支持的话，这个是不错的，正好告诉我这个怎么弄，你会发现这又是一种价值。所以社群要不断针对用户的特点实现价值，这是上午需要做的事情。中午一般要吃午饭，就是一个小时的时间，其实大家是很放松的，我们要吃什么，所以中午吃午饭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在这样的一个小时当中，一般会形成一个晒午餐的小习惯。中午吃什么是一个很大的难题，很多人不知道该吃什么，所以通过晒午餐的计划让每个人知道这是宫保鸡丁等等，因为每个人都有晒分享的心理，尤其是女孩子，利用中午晒午饭的环节把社群的氛围激发出来，这是中午做的事情。到了下午是一个非常沉闷的时期，很多人很容易昏昏欲睡，所以针对这样的情况，我们需要做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进行第二轮的晚间活动的通知，就是我们今天晚上8点钟有老师在群里面做分享，希望有时间的朋友及时关注，这是第二个通知。因为做上午和下午通知，相信很多人已经辐射到这样的学习，而且发通知时要 at 全员，同时可以发一个小红包，凡是知道这个活动的人可以打一等等，这样可以调动全体成员关注到晚上的信息。还有下午下班之前到5点半的时候，每个人都处于中等状态，就像上午下班一样，大家都在聊天，如果这个时候做一些小互动，玩一些游戏，猜谜语等等，这些看似很无聊的小游戏，但对成人来讲，这恰恰是一个放松的时候，因为忙了一天很累，大家通过新的游戏好玩的事情放松一下，这个时候可以做一些小互动，猜一些红包接龙的游戏，很容易让用户参与进来。晚上做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晚间分享，
很多群晚上经常有一些微课，举办一些团购、竞赛和讨论活动等等。这个分享的话是很正常的。第二个是晒，因为在运营设计过程中，很多人比较懒，比如喜欢运营但没有办法坚持，其实这就是懒惰的表现。该如何做一些坚持的动作？就是把十个人拉起来一起做这样的事情，比如说做一些好玩的运动，像平板支撑，这样一个人做可能会很慢，无法坚持，但如果是一群的成员同时来做就比较好玩了。所以建议大家同时做这样的事情，然后把每个人的成绩分享到群里面，这样的话有一个 PK， 有一个互动，就是坚持。第三，在睡觉之前进行一次卧谈会，做一次互动及讨论，非常入心的一次分享和交流活动，这样容易形成用户的粘性，因为晚上心比较静，这时大家精神心里面已经出窍了，心里容易产生共鸣，所以晚上的时候可以做一轮这样的互动。当然，经过早晨、上午、中午、下午、晚上五个时间段，大概有十几个模块，已经把社群填得满满的，而且每个人都可以从任何一个模块中吸取到这些，可以覆盖到每个人所干的事情，同时也可以满足很多人的需求。这就是关于社群的日常运营。做日常运营的时候，一定要把握好早晨、上午、中午、下午、晚上这五个关键节点，而且要落实到人身上。当然，这么多的细节其实都是习惯，在没有正常运营和挖掘思路的时候，就会觉得很复杂。一旦发现了运营的思路，运营非常熟练的时候，就会发现这是非常简单的事情。但是，做一个简单的事情需要重复做，比别人做得更细、更用心，才能超越别人。社群线上活动运营，关于社群活动的线上预热流程。关于日常运营，我们从早晨、上午、中午、下午和晚上的时间分析，做了一个详细的模块分享。关于线上的日常活动分享该如何来做？在当前的一个运营环境当中，的确，回归本身影响着我们运营的流程。回归本身除了跟当下的运营环境有关系之外，还与我们跟线上运营方法的不恰当也有关系。所以，怎样用一套非常有效的方法来把微课或者说把线上的预热活动做得更棒，是我们今天的分享内容。预热流程到底是什么样的？先讲一个简单的逻辑，还是像原来的操作流程一样，做任何一次流程一定要分好节点，放每个节点的目标，而且一定要量化，同时为了服务好这些目标，要把细节一一罗列出来，然后让每个知情环节责任到人，而且要有时间节点，这个流程不变。所以我们通过一而再、再而三的强调，说明未来做任何事情一定要把事情弄明白。第二个，做完这个事情的结果和目标是什么，一定要提前做好考虑。第三个是怎么达成目标，有哪些关键节点和详细的事项，这个也要清楚。然后是责任到人和具体的时间点，这是一套做事方法，希望各位在编社群设计的同时，在提升自己做业务、做项目的能力。具备这样的能力之后，不管是做事情也好，还是做新媒体也好，还是销售团队，做业务都会有很大的帮助。怎么才能把预热程从头到尾执行完毕，而且非常有效呢？首先是线上分享，一般在晚上八点钟开始，一般八点钟的时候，
都回家，并且晚餐也吃完了，正好是一个空档期。现在的时间段正好是做线上分享的时间段。那假设从8点钟正式分享，那么就把7点钟和8点钟这样一个小时间段作为一个详细的细分，告诉大家在某一个时间点上应该做的事情。到7点的时候，基本上可以发布我们的预告了，因为在前面做的一个详细说明，就是在晚上的分享，在晚上和下午做2次通知。这2次通知是通过对全员提醒，让每个人参与进来，让每个人知道今天8点钟的课程。到7点半的时候再发第3次通知，目的就是再三提醒群里的各位小伙伴，今天晚上8点钟的分享，大家赶紧来听。7点半会发个公告，这个公告一般有几个原则。今天晚上分享的话题是什么？有哪些大咖或者是老师分享？然后这堂课能给各位同学、各位群友实现怎样价值？要把这个详细列出来，再艾特全员，每天都能知道这个事情。这是7点半的事情。7点半发完之后，可能很多人会问了：这个老师今天来讲的课非常不错，我们来听。这样有一波人准备进入到我们社群里面去进行实时活动的预热。到7点35分的时候发红包，什么意思？因为这个时候还有很多人觉得不够刺激，不够好玩。今天晚上有这样的课程，我可以参加，也可以不参加，所以这个时候需要以发红包的方式再次提醒各位。凡是抢到红包的同学打一，或者是说一声老师好，或者是说一些口令参与进来，很多人是可听可不听的。那对于发起人，应该让他争取过来听课，所以通过发红包的方式，因为人心里是都是复杂的，什么意思？就是我一旦从你那得到东西之后，其实从另一个角度来讲，我有愧于你。一旦有弥补的机会，我愿意把这个亏欠弥补上，或者说我拿了你的钱之后，我都尽心尽力的去遵循你做这个事情。这就是人复杂的心理，也是人的心理学。其实发了红包之后，在红包上加上一句话，凡是抢到红包的人，请打一，或者是打二，或者对今晚的课、晚上的课非常期待。打一句话，这时候抢到红包的人会自觉不自觉地参与到活动当中，打一个老师好，或者是打一个二等等。一旦参与之后，我抢了红包，我参与进来了，今晚的课我还是要参与吧。其实，人都是有这样的心理。第三个环节，7点40分的时候，再过5分钟，就可以在群里面问，征求各位好友、各位成员对今天晚上老师分享的主题和话题有什么想问的问题。等一下和老师的互动环节当中做一一的解答。所以，这个征询是用户本身对话题的期待，或者是说，在这个问题上，所有的痛点尽量说出来，等于把用户的需求量化和明显化。这是第三个环节。第四个环节到7点45分，因为之前有个互动已经过去15分钟，这个时候通过目前的活动，很多人一般都会说：“我进来了。”但是这个时候不知道该干嘛，为什么这么热闹？所以7点45的时候进行第3次提醒，提醒今天晚上8点钟有位老师对某个话题做专题的分享，这个话题可以给各位带来哪些帮助？同时艾特全员，此时让大家知道今天晚上8点钟有这样的一个课程。7点50的时候，对于课程的分享还有10分钟，此时要把课程做一个详细的说明，比如这个课到底给我们带来一个什么样的价值，这个老师有多厉害，在什么地方做过分享，是什么公司的顾问，
或者是高管等等，把这些课程做详细的说明，这个时候说他确实是一个很厉害的老师，讲的课确实非常深入，对于我们确实有很大的帮助，这时课程的价值就会体现得出来。到7:55的时候，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夸赞，我们会发现很多成员在群里面非常活跃。这时，通过前面说的社群营销的3大战略，第一叫时间的配合，第二来塑造社群的边际，最后一个就是价值观的引领。这个时候要通过夸赞的方式树立，凡是通过社群群规的成员，给他们一些及时的奖励。这些奖励让他们觉得我做这件事情还可以得到群主的鼓励，可以得到群里小伙伴和运营伙伴的赞赏和鼓励，那他的虚荣心会得到满足，所以此时他会更加起劲的对今天晚上的课程分享非常有利的事情。比如说，对老师这个课程很期待，或者说问一些问题，或通过及时夸赞、及时奖励的方式，让每一个有正向价值观的用户得到社群的鼓励，让他们觉得一般成员也能够加入到社群的学习和活动中去，所以夸赞这个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到7:58的时候，距离社群分享只有2分钟的时间了，此时就要强调规则、课堂纪律。一个老师在讲课了，在听课过程中，当然要避免哪些事情？我们要提前把课程纪律通过3句话的方式呈现出来，不要太复杂。比如说，老师在讲课的时候不允许插话，不允许提问，等老师分享完之后才能提问等等。课堂纪律一定要明确出来，因为老师在做讲课的时候很容易受到干扰，所以为了避免老师在讲课时被打扰，就要把纪律列到社群里面，这个对课程的正常进行有很大帮助。到7:59的时候，就是倒计时。这是一个非常有仪式感的时刻，比如奥运会开幕式有倒计时。我们做这样的活动也有倒计时，就等于把社群成员这种集体行为统一化，统一成一件事情就是倒计时，就是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用倒计时的方式统一每个人的行为规范，然后让整个社群的全体人员动作形成一个动作，看上去非常有力量。老师在讲课的时候就会很热闹，讲的时候也会有多分享一些内容，多吐露一些干货。这个感觉是非常有力的，而且这种整齐划一的感觉出来之后，其他围观的社群小伙伴和社群成员也愿意参与其中，这就是好处。通过前面几个环节，从7:30到7:59的半个小时的预热，终于到了8点钟，也就是老师的讲课时间，一般会讲在群里面。讲课的时间不要超过40分钟，因为线上很多人很难坚持在群里面持续40分钟以上。按道理来讲，最好的时间段是20分钟左右，可以形成一个短时间的20分钟集中的精力，这是我们的正常时段。假设课程40分钟，在8点到8:40的时候，老师要尽情发挥个人的分享。到8:40的时候，可以进入互动环节。关于互动，提前给大家说一下，老师结束完了以后，赶紧发一个红包。为什么？测试哪些人在听课，听老师分享课程。其实前面预热环节时候发了一遍红包，其目的是促进活跃。此时为了测试社群有多少人在听课，后面这个分享完之后的红包就是一个测试。哪些人实际在听？
这些测试社群本身的课程参与度有很大的帮助，而且互动环节基本上是老师讲的内容和学生遇到问题进行有效结合，实现一个良好的互动网。所以从7点半到8点40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是一个完整的流程，虽然说时间非常短，但是细节非常多，而且这个细节恰恰反映了每个用户的心理，他研究的也是用户的人心和人性，所以这就是做好线上活动的一个完整活动流程。现在流程对于提高社群线上预约活动也有很大的帮助。社群线上场景20个话术，关于社群线上场景20个应对话术。看到这张密密麻麻的表，便可以知道一点：真正想要做好一个社群，总是慢工出细活，这才能真正体现我们的专注和价值。对用户来说，他更关心的是你的细节是否做到位，价值是否呈现出来，而呈现的价值就是靠一点一滴的积累。而这次分享的主题是关于线上社群存在的一些场景，我们应该怎么分析它，怎么应对它？这些话术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有很多人在社群运营的过程中遇到突发的事情，不知道怎么去处理。包括平时做一场销售活动的时候，我们面对客户时，客户会问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应该怎么去应答他？按照原来的经验，把每个问题都要把它揪出来，揪出来背后的本质是什么？就是做一套标准的话术出来，让每个人去背、去记忆、去理解、去实操就行了。所以以前在做零售终端、做现场的时候，每个人都会掌握一套100%的话术，这个东西很重要。主要是因为话术本身提供的价值很大，而且能够体现标准化的效果，所以在社群里面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场景，这种场景该怎么去应对？今天会一一解答。在社群的运营过程中，无非有20个场景，在社群运营中遇到的问题总结起来也就20个点。不会超过太多。第一个，找新闻。前面讲过社群的日常运营，讲到社群早运营和早签到，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因为每个人都需要依赖信息生活着，信息像空气、像水、像阳光一样，已经成为我们基础设施、基础生活的必备条件。那新闻提供的就是这种求知欲的满足。而对于这种早新闻，一般人可能会，我看这个新闻不错，这个时候一般会跟上一句话，因为我们的小编、小秘书有时候发文之后没有人应答，是很尴尬的。那作为社群运营的工作人员，一般也会在群里面同时发一句话，比如说，我发现群新闻里面第几条讲得很不错，很适合我。感谢小编的辛勤付出、辛勤劳动。小编看到这样一个回馈的时候，就会很舒心。所以，我们就类似于一个托，发了一个，还远远不够，还要跟上一句话。我们其他的群主、活跃分子，或者说我们的领袖和助理，也要跟上一句话。我们发现讲得很好，当然这是标准的话术，也可以围绕着这样的话术做一个延伸。总的来讲，看到新闻之后有一个反馈。第二个，早上的签到，签到的目的是为了本质上塑造一种习惯。这里会有一个要求，比如说200人的话，应该有20个参与签到。一般的签到会在社群里的表情、微信表情，用社群的 logo 做早上好等等。把这样的一个理念分享到上面，把社群的表情投放到这里来，特别有感觉。
其实早签到的时候，一般会做一系列的社群早上好的表情统一发出去。但是做社群的考核，KPI（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关键绩效指标）的时候，会要求10%的人能够参与到里面来。10%以上的人可以发早签到的表情。第三个场景就是感恩。社群里面是人和人的一种连接，会自然产生你帮助我，我帮助你，其实是一个相互帮助、相互回馈和感恩的过程。所以，感恩的话在社群里面经常发生，因为好人好事是社群里面存在的。在社群里面该怎么准备什么样的话术？比如说，女性社群里面，女性朋友经常会成为闺蜜。涉及到闺蜜之间，我们相互支持，一起建立起。这个可能是咱们社群的流行语，所以相互支持再加上流行语，就会感觉到很客气，很好玩。这种感恩的场面就烘托出来了。所以这种和谐的氛围就是经常需要且存在的。接着就是答题的互动，什么意思？在社群里会经常有一些老师的分享、专家在线咨询和解答，这样一个答题的过程就是价值付出的过程。对于价值的吸收方普通用户来讲的话，我们也应该做一些事情，比如说老师讲完之后，社群的小编、工作人员要及时给老师回馈，比如说。老师讲得非常好，我觉得您讲的第二点非常棒，这是我目前的一个要求，一个需求，我觉得这讲的会比较客户，比较复杂。真正的如果想做到参与感，真正的内化和吸收，是需要这样一个回答和解释的。我觉得您讲的某一点非常适合我，原因有，这样的话，老师受到尊重。同时，也把你自己的思路进行梳理，才能够提高在社群里面的效率。这是答题的互动，还有就是晒午餐。在日常运营当中，特别强调的一点，人其实都是非常喜欢炫耀，尤其是女孩子。然后一到中午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一看群里面晒午餐了，我们就会顺着社群里面晒的午餐做出一个选择，比如说。选择一个烤肉饭就解决了。关于晒午餐，它的本质意义是什么？我刷我的存在感。你说这个做得非常好，那我点一份比你这个更好吃的菜。你是18块钱的，我是28块钱的。人就喜欢这种存在，这种炫耀，喜欢自我内心的释放。这个时候，我们一般会说几句话。为了改善皮肤，各位同学。各位亲友，这个时候话术就会全部出来了，这样的感觉非常有意思。不但是吃饭，而且吃健康，而且健康之后还有人和人之间的互动、交流和对话。接下来就是心灵鸡汤的问题。人在上午上班的时候会有点不情愿，这个时候要有人打鸡血。我们做的心灵鸡汤就是为了满足这份求知欲。同时能够充满斗志，让他好好投入到全天的工作当中去。一般这个时候应该怎么说？我们知道这段小常识讲得非常好，这段话太入人心了。我们以为是什么样，现在发现是什么样，我们现在懂了，所以感恩，感谢我的闺蜜。再一个就是知识的分享，这个小知识。改变了我的常规认知，知识长了，感谢闺蜜的帮助和支持，这也是一种话术。还有，社群里面经常会遇到一些发广告的，发广告其实是自私自利的表现，所以很多人进入群之后，愿意是求利的、成交的，所以此时一般会在群里做这样的一个分享、一个回应。群里面的闺蜜要经常的互动。先混熟了再做生意，就是还是先支持你一把。
也就是给你这个广告点个赞。这句话说完之后，你会发现，发了广告的人就会觉得很抱歉。我平时没有在群里面活跃，活跃了一次还是在群里面发这种广告，确实挺对不起社群的各位朋友的。这是他自己的愧疚感，同时看到群里面的小编特别的知书达理，而且给我建议先混熟了再去做生意等等。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善意的提醒，而且最后还提醒了我，支持了我一把，我觉得非常的赞。这个时候发广告的人也不会心怀怨言，这对于发广告来讲是非常好的话术。还有就是质疑，比如说在群里面做的活动，发的内容可能被质疑，这时会怎么办？先客气一下，然后在1分钟之内弄明白他为什么会质疑，先听清楚他的来龙去脉，然后再探寻社群本身的一个初心。这是关于质疑，如果处理得好可以加分，处理得不好的话反而会引起一些争斗，弄得群里面会非常的不和谐。接着就是关于抢发红包，为什么大家愿意抢红包？其实还是一种贪的表现。这种贪其实人性里面每个人都存在的，没有不贪的人。贪东西不一样，但是大部分人可能会贪财。此时我们一般会说一句话。凡是抢到红包的，请回复一，或者请回复一句咱们社群的流行语和价值观，这个是非常有效的。我们一直强调发红包是讲究技巧的，我们不但是散财，还要散出一些机制规则来，让用户能够友好的参与进来。另外一个场景就是虚假信息，好多社群里面说到什么事情的时候，就是帮我们转发一下吧，这个朋友需要得到一些帮助，这都是一些虚假的信息，甚至是莫名其妙的信息。对于这样没有得到证实的事情，一般会做一些求证。我们说这是个虚假的东西，所以各位闺蜜以后一定要注意，在我们发信息的时候，先甄别消息再传播。如果是假的，就不要再传播了。这个对于虚假信息是做一个善意的提醒。抢发红包时，对于假红包也会做这样的一个提醒。比如说假红包，有一些朋友经常会搞一些小程序，然后抢到一个假红包。此时我们通常会怎么处理？我有一次就是因为假红包，盗走了身份证号、银行卡号。损失非常大，所以各位闺蜜一定要会甄别。对一般发假红包的人，发处理之后也无话可说了，因为很多人就是不明事理，很多用户不明白这个真红包和假红包什么区别，然后就有怨言，就会受到伤害。所以我们一般遇到这种抢发假红包的时候，会做一个声明。接下来是投票，投票在社群里面非常多，尤其是小孩的投票和过年的时候，以及公司搞排名、搞排行榜等等，喜欢刷排名，这个时候投票在我们社群里面是非常多的。它的本质其实就是利己。此时应该怎么做？一般会让他投票，我们就投票，然后同时把投票结果截图发到群里面，说一句话，投了，闺蜜之间相互帮助，这样一个社群本身就是一个正能量。我们只是相互帮忙，所以这是一点。紧接着还有转发的，以前纯广告类本身也是为了利益，为了一些报酬和帮助等等。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这样说，不好意思，但是点个赞吧，支持一下闺蜜。还有点赞的，闺蜜帮我们点一些赞，其实本质上和我们的投票和转发是一样的。这种我们一般怎么做？一般会支持闺蜜，我点了，闺蜜之后的活动
要多多帮忙，而且发这个活动的各位闺蜜，你们一定要参与活动，要多帮忙。具体的话术直接以这张表作为参考。还有就是专业求助，此时我们需要老师及时的回复，尽可能的把道理说明白之后放到群里面，提供解决方案，但是点到为止。我们不太赞成专业的求助。那还有一种就是这样的一个课程，因为好多课，比如说形象课、心理的课，这种课本质上满足了人们的求知欲。比如说形象课和心理课，我们一般是上午预热，制造出这种氛围，然后课程讲完之后进行收尾。再接下来就是关于晚上的时候晒的环节，该怎么回复？我们说完之后会简单的寒暄几句，谁今天又进步了很多了，但是我比你做的还多，明天要更多，做的时间更要长。这种寒暄鼓励就会让闺蜜之间产生一种较劲的感觉，她就会不断的去坚持。本来说做平板支撑这件事情是一件很无聊很难做的事情，但是通过你这样一努力，他就起劲了。最后闲聊的时候聊聊家常就行了，没有必要用更多的一些的话术。总的来讲，做好一个社群是20个场景，然后每个场景里面我们应该怎么去应答，其实这就是这套方法。当然在运营过程中我们还会遇到各种场景，我们只要挖掘一些，并把这样一个场景本质挖清楚之后，找到一个应对的话术，然后统一化、标准化，让每一个经营小伙伴搞明白，落实在每一个不同的场景之中就可以了。这就是关于社群的线上20个场景，希望对你们有帮助，希望各位小伙伴在运营社群的过程中给你们带来一些提高和帮助。社群线下活动运营清单，关于社群线下活动运营的具体操作办法，通过四张表总结了一套非常实用的方法，这四张表一一来介绍。第一张表是关于某个社群的沙龙的排期活动，从一开始准备到后面的执行和传播一套流程和做法。第二张表就是关于社群沙龙的一个物料表，这个东西很重要，每次做活动不但费的是时间，还有物料，这就是付出的成本，这个成本详细的列出来，列得很清晰。第三个是在活动现场要做的一个事情，就是活动的签到，签到表也很重要，因为要搜集这个用户的资料。最后一个是社群的用户统一表，主要讲沙龙的排期，其他两个比较简单，签到和用户的统计，这个就是用户数的一个搜集而已。先看第一张表，讲的就是沙龙的排期应该怎么做。首先把物料准备好，要清楚地做到哪个活动需要什么东西，一周时间把东西布置到位，然后要把物料拿出来。第二点是要嘉宾邀约，要请一位专家，请一位老师做现场分享，围绕着这个活动主题来选择嘉宾。这个一般会提前一周把老师的行程安排好，一般在周六和周日，把老师的行程内容先确定。然后会有一个专门把老师内容讲的内容和课件及时准备好。一般做线下活动需要花整个下午，对于这样的一个线下活动，仅仅靠一个老师还不够，一般会准备3个老师，这是嘉宾的邀约。第三个部分是主题策划，主题策划其实就是准备好整个方案，围绕老师讲的内容还有操作过程，策划好主题，一开始把策划的主题进行强势的传播，
传播方式一般是三个途径。第一个是朋友圈的推广，物料准备好，老师也签约好，下面就是缺人、缺用户了。此时开始用朋友圈、微信群、公众号开始邀约这些人，让他们参与到报名中来。发朋友圈要发在活跃的时段，比如说晚上10点左右的时候，每个小伙伴发布朋友圈，凡是参加这次活动现场，可以到我们群里面把朋友圈利用好。一般从周一到周四，这4天的推广，通过这种方式实现第一批用户的到来。第二就是基于目前微信群的平台，比如说有十几个微信群，可以发出这样的通知。凡是愿意听这三位老师分享的，在周五的时候，欢迎各位同学到现场来，把握时间点，现场有哪些惊喜、互动环节，我们都会告诉各位群成员，让他们来报名，根据这个互动吸引用户。第三个是通过公众号的方式，做微信群或社群，一定要跟媒体建立关系，怎么建立？利用公众号本身，用你的粉丝量吸引到线下，通过这样一个好的活动，把公众号粉丝激活。不管是微信群推广还是公众号，都是从周一开始。这段时间，通过这三个路径，4天时间可以实现现场报到，会超过。通过这种方式做到第一批用户，而且用户的数量也会一直增加。因为每次活动做的都非常充分，一开始准备的50人，后来有100多人，有200人，都有可能。整过程就是细节要做到很到位，而且在推广的时候要有节奏。这是做推广的一个环节。再一个环节就是现场布置。现场布置会在前一天晚上完成，比如一般在周五做这样一个活动，在周四晚下班之前就会把现场东西布置好，而且有明确的分工，比如说桌子、椅子、凳子、投影的设备，还有果盘，甚至还有现场礼品、商品的展示区也要到位，所以这个环节很细，到时候也要列一个清单，一项一项列好，完成一项打一个勾，这个是现场布置。一般3个人就可以把100-200人的现场做得非常好，而且只花1天的时间就可以搞定。接下来到关键时刻了，就是现场的沙龙环节，要直接做什么？关于这个活动的流程表要做好，什么时候签到，什么时候做自我介绍，什么时候介绍嘉宾，什么时候嘉宾做分享，什么时候嘉宾做现场互动，什么时候有合影环节，什么时候有体验，这个环节要列出一个详细的表，而且每个人都要清楚的知道这个流程是什么样的。这个讲的是服务于细节。然后一个环节就是小聚会。我们知道做社群，仅仅前面做好一些还不够，前面就是提供一种知识的干货，提供活动的体验。所以我们认为需要有个聚会的环节。因为中国人都喜欢吃吃喝喝，这个看起来有点土，有点俗，但是有时候交情就是在饭桌上建立起来的，所以我们也不例外。做活动的时候，除了大家一起学习、一起成长、一起交流之外，还可以一起吃个饭、一起唱个歌。这个环节我们一般建议 AA 制。紧接着是关于数据的分析，什么意思？这次活动结束之后做一个复查，分析案例，这样才能把下次活动做得更好。包括各位看到排列表，我们整个运作环节其实就是一次又一次的形成一个标准化的排期表，它是一个有长期性的工作表，不要把它想得很死板。最后一步叫现象传播，什么意思？因为这次现场来了很多人，而且老师都带了非常多的干货，把现场讲的内容录制下来，
或者转成文字，同时发到我们的公众号。发到公众号的同时，再发布到群里面，转化到群里面，便是打通了线上和线下，让整个活动做得天衣无缝，而且非常有仪式感。这样的运营方式有助于用户量不断的增加，而且每次都可以提供有价值的东西，所以每次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带来一些意外的收获，这个非常重要。关于怎么做社群的活动，这个表足够了。关于其他三张小表，一个沙龙的物料，就是在做活动现场到底需要用到哪些东西，我们认为大概分为几类，一个是展示类的，条幅、写真，用来做信息发布和公布的；第二个是形象类的，我们有一些二维码的服装，现场建议参与的工作人员统一着装，这是一种仪式感，看起来也非常统一化。再就是终端类的，比如说货架可以摆一些客户的产品，还有就是装饰类的，果盘以及装饰的花草，很漂亮，也很有感觉，尤其是女孩子都喜欢这些东西，可以愉悦心情。还有证书、奖状，比如说奖品，这些东西其实对于社群活动的集体奖励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一个证书或一张奖状其实不花什么钱，但对于参与者来说特别有激励意义。有的人从小没有得过奖状，但是突然间通过这个活动，因为发言比较积极，除了得了奖状、奖品之外，还有一个小奖状，最佳发言奖。这个小奖励对他的帮助可能是无穷的。这是奖品类的，还有工具类，比如说纸、纸杯。最后一类就是推广费用，比如说做海报、条幅都需要推广费用。沙龙的物料或活动物料就这么多，基本上现场活动就可以做得有声有色了。最后做资料、数据的整理、签到，每个人来了之后签姓名、联系方式，比如说通过公众号方式报名，还是朋友的介绍，这样可以对优化推广有很大的帮助。接下来就是用户报表，里面会统一用户的姓名、联系方式，还有需求、资源，这个对于统计有很大的帮助。做一场线上活动不会太复杂，各位只要把四张表用到实际的操作中过程中去，相信会带来更多的价值。今天的分享，希望大家不断的去实现，我相信一定会有收获。